他都已经成亲了，你还依旧惦记着他吗？师嫂，师嫂，师嫂，家主不应该在这里同我拉拉扯扯。是寂寞里有一点孤独。见过家主。才贪恋着丝丝缕缕。难得来师兄这里，我就多留一会儿。师嫂这是在想什么？多谢师嫂今日相送。若是被旁人看见了，我应该如何自处？我看有谁敢胡言乱语。你在干什么？家主，你这样不合规矩吧？怕什么？有没有旁人看见？家主是鼓励我活性出墙吗？我切，你这个贱人！大娘子，我是因为你才受了伤，所以由你来给我涂药。把你的好全部都收集。阿贤，若你心中有我半分，其余一切都交给我，我会让你光明正大的站在我身边的。世家向来重面子，若是闹出兄弟戏墙之丑闻，恐怕我也难保你了。能不能有一次你主动来寻我，只是因为想见我？家主离我也太近了些吧。怎么你又想把我推开？阿贤，放开我活人了。阿贤，放开我。阿贤，我心悦你比你喜欢上师兄还要早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。中西武，